夫妻间报仇的时刻到了，各位有仇的报仇，有怨的抱怨。走啊，我给你开个门啊，门呢？开不是吗？那就那条给我开，回头干，我给你回头，回头。操，你这没东西，不知道。那你自己看吧。应该那边，不是不是。哎，嗯，过来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哇，人体导电。你跑这个，你先在这儿，嗯，然后我，你看它这个都是好几段，啊，你先在这儿摁着，我去把电源开开。那等你看电流过去，你了以后，你就在我这儿跑，你到下一个再接着，这样咱俩把这整个电路串，明白意思吗？好。你准备好了，你来这儿，不是你去那开关，你去那开关。别走。我操！我太慢了。是。但是它那个角度有点不好。所以我说你用键盘鼠标嘛，你说明你不习惯。操！掉！操！我靠！什么情况？我直接跳进去的，你靠边一点，靠这边一点，这样近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靠边一点。啊！然后呢？你跳我这，再跳这个。我全给你弄到这边了。哦，不是，我应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又掉。你第一个跳好几个，你直接不用跳，你直接使劲摁前，你根据前的方向打过去。你就别前太多，你还得停一下，你一直摁。你掉下来，你进哪？哎，我被吹着呢。你这去哪儿？上去！你别，你就走上去，他就给你往上吹。你别出去，那个风，你观察他那个风，他往上吹就是有那个气流，他给你能往上直往上吹，你走上去就行。贴轻巧，你看，然后他有提示，你怎么摁？你什么时候都要摁着方向键。该打 boss 了吧？关你！更快的玩第一关吧，吸尘器这是。你没看他吹着吹着，老莫吹那个草，你跑起来，别被砸着。然后你看这个，看我这个视角，这有两层，下边是吸那炮弹，上边是打。你去用下边，你去用下边的，骑下边的。没跳，二零跳跳开。没事，先你跳下边的那个吸管，骑那吸管，骑，对，然后把下面那个吸，左右晃，往右晃，吸住。然后我再看着，二零跳跳开，然后跑，你就一直跑着，然后你上面砸着，然后去下面骑那个吸管，把周围的子弹吸了。操，这图钉是什么鬼？看好图钉位置。我骑着眼球。我操，把自己吸死了。
亮起眼球。我怎么背这个账？你可能是到哪儿？你就是放到放位，摁 A 再跳，摁 A 再锤。嗯，不行，你反正你试试吧，你跳跳去试试吧。那幽那边就能跳去。哎，是不是我可以抓着你啊？你别老着急，我是游戏黑洞。二连跳，我就在那里知道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这个啥？对，我就是。Sweet move. 不行，有点远，你帮我看看这个。不是刚才能进，我这得二连跳吗？你试试二连跳呗。你别老站到悬崖边，你离你小宝文摁跳，你往出跑，给他点往前的速度。锤锤锤！不行。你咋弄的？你咋弄的？你咋弄的？你扎着，你扎着！你扎着我！哎，你再扎一下！哇，你这扎着我了！哇，你扎死我！你能跳上来吗？渣男，你扎死我！这是干嘛？跳！哎。你不要，你摁两下，现在快就没用了。别摁方向，爬的时候就不用。摁太快了。摆平打，砸就行。砸砸砸！我看我能不能砸你，别跑。那我能让你砸？你让他，我砸你！感觉很痛。哇，我真的把你砸了！我动不了了。我动不了了。真的？你得专业。你又扎我！你又扎他！你又扎我！暴打柯迪。你咋打？打你吗？好像是。我妈了个屁！哦，我应该这样，我应该这样。不行呀、啊！不对呀、啊，这个。不行了！开始了，刚才时候没开始。开始了。你看我那你刚刚故意的、哎、我二人你看你我再给你扎一个、哦、我感觉前面盯的会是我的账啊猪脑子，猪队友。
漂亮。你怎么那么讨厌？时间停止，挺像的。什么像？我跳了。你那双，你二连跳？二连跳。你自己看距离。等会儿，你接着。你刷了，你刷了他，你快！停！你刷了，然后你往左跳，然后再跳，那样弹着跳到上面去。等会儿啊，看我手里边出汗。我把这个去了，这个不要了。你跳这个。等一下。行。你怎么又扎我？我操！你看那影子，地上那影子就是影。我操，你得跑啊跑啊！你得用脑袋。你跑呀、啊！你现在走，现在走。哇，这个呢？等下一轮你转，等它在下边，你可以有地儿跳。右边。邓大，你快！别跳了！你别慌，你慌点，慢点。我害怕，快点，我要被戳死了。哇！厉害，血行，摁得着了，没事。你别再被戳了，你没事。你在哪儿？跳啊！我不知道你在哪儿。那你也不能没地儿走了，小丫头啊！你不管我在哪儿对吧？不管你砸你个钉去，你这不应该砸。赶紧去砸去！你不怕精神的？你刚活，你看你砸掉你一个砸，你过来。别走了，别走，来这儿来砸了，来砸我这儿，我去那边哪儿啊？掉房子，别走，那砸哪儿？后边，你转视角，啊，那没用是吗？那时候没走呢。我操，现在要去哪儿我不知道。我操！哎，我说好。我靠，钉子太吓人了，全是钉子。我操，干嘛这儿？哇，你这是……我操，感觉自己像盗墓的，是机关城。你怎么能来我这儿？操！你再砸一下试试。别砸！我操！又在这打！你看你能过来吗？你得过来。跳！那边跳，折一下 A 屏幕啊！过来，往这边你别老站边上。你看，你是跳你别站边上了。你站边上，你这没路，你这肯定不能在那儿待着。你再转两，快找路啊！干嘛？你让我找路吗？那边，你再上来，直走上去出来，跟绿色的那个玩儿。我对准了，你要斜着跳。上来一个，那钉子下去了，以后你就可以跳了。你再转过去，视角转好了，转成这个，你就只需要直着走了。我害怕钉子。你没操作我这个，别让我这个盯着，快点。怎么操作 ？W 压 C 就上下左右。我操，你那中刺是哪个键？中刺是下垂，左上这下垂。不是。你不用管我了。我不知道你来操作你的人吗？不知道。你就直接走。啊你掉下去吗？你别玩那门枪，你上走在这里，你去锤去。行，不用再折，你找那地儿该过来。你得过来了。
叫什么？我要唱啊！我要唱你那个，你再唱什么？再来一个，来，再唱了，再唱了。你永远把自己视角调好了。你只要往前走就行，你不用往后退，前面不如没劲就往前走。你也知道我也在这儿。你们俩怎么了？我看完这个，赶紧找个女朋友，然后直接过去。我退，不行。你快跳！我跳了，别急。好，那你就然后呢？转一下视角，你再跳上来。转视角，转到你方便跳的视角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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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就好了。这样吧，这边，你往这边点儿，你别到别跳，不是，你走啊，走哪儿？这儿啊，我这儿，你跳就行了。把绳子给打了，走走走，下去行，不用动弹，不用动弹，下去。哎呀，啊，接着砸，接着砸，接着砸，再砸，再砸，再砸。你砸的时候你不用方向键，你不用动，原地砸就行，砸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去跳，去跳，当锤子。跳，跳，砸那个锁，砸，使劲砸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你他妈内鬼吧！我！让跳，让跳！哎呦操！我操！我舒服。有点难，校长。你别着急，你一着急我也着急。叫，叫叫叫叫，到手上砸砸，你砸，哎，砸了砸了那个，我们该砸他那个。我操！要干嘛呀？我操！我操！叫叫叫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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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砸砸砸砸！太难了。还行，不要害怕。我操！你瞧，杨明应该这样才对。对，什么就这样。我操！你站我这边，跟着我。我操！我他妈人傻了。我操的呢，他都死了，白打了，我白打了，哦还好白打不是很多，我操，要全死了，哦只要全死他就不要推，就得从上一个保存的地方，操，你别死，我操，我操。回过来，回过来，砸一下！哎呀，我去！